赵欣欣，哇，天啊天啊！为什么要选我很好骗？然后为什么要选 Ditto？ 他们给我们的主题是勇敢。嗯，那我们其实想了很多很多的歌，然后又要他又希望是要有一点能够带气氛。嗯，所以最后就是选了这首歌。我觉得我很勇敢，因为就是动力火车的歌很难唱哎。那 Ditto 呢？因为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他必须要非常的红。哦，就必须要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歌，那而且我又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然后又是一个真的第一次挑战唱韩文歌曲，嗯，也是一种勇敢的表现。嗯，真的耶。那我们要试着跳一下。我在家里有试着跳，他就发现哎，我跳比较好，就是专心要把歌唱好。因为如果跳的话，我会有点就是会分心，看起来这个人好不量力而为哦，不舒服。小孩子还想，还蛮想啊。可是他很奇怪，我在家练这些歌，就是要一直唱一唱，你知道不同的语言，一直唱一唱，然后他都说妈妈你不要唱了。他可能是很少看过我那么狰狞的脸，就哇给你照片，他觉得妈妈你是谁？他一直去，我只要进入那个状态，他觉得可能很陌生。他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再。”那不是他心目中的我。那平常你在他面前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很慈母吗？很温柔？就是好朋友这种。哦，会跟他一起唱跳那种什么哥哥姐姐这种？就是唱儿歌啦。小孩子那么可爱，有好丰富的吗？因为现在生两个。是啊，就是我也没有，我之前也没有宣称我要开度啊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宣布公布也是怪怪的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。我没有说我要再生啊，顺其自然，就是不排除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你知道后来我，当我成为一个会在台面上说话的人之后，我就学会不要去说很久把话说死。对，就是尽量不要说。就是不要把话说死。可不可以关切一下现在歌手很精彩？那你们等一下才知道问他们什么问题。